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。人家就是打不相识的冤家。传我的命令，李应金河，开拔！我叫永绝红尘，皈依三宝。我不依立你，你势不两立。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。师父，只要一片赤诚，灵山就在你脚下。我们不合适。我们为什么不合适？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下吗？不必了，是你让我衣食无忧，精神愉悦。为了娶你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，没有既定的航线。只要咱们握着方向盘，那就是一路。我们要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，找另外有效的抗疫药。多努力，你说淘汰就淘汰？因为怀疑是发现真理的起始点。我同学少年才风华正茂，何须古人开我心胸？警察的荣誉是什么？穿上了这身警服，就理应承担一个民警应该承担的所有责任。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。目标从来都不遥远，一步步，一天天，只管全力以赴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去爱，去生活，去受伤。手怀残兵，继续前行。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什么叫浴火重生？大家请看。我们孙子叫栽培不烂。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。想去远方找到他。找到了，洞庭宝剑。好戏全在后头。